叫你走你又不走，叫你留你又扭扭捏捏的。吴居兰，你等着，姑奶奶有治你的那一天。好累啊，先去喝口水吧。跟谁说话呢？没有啊。你来找我干嘛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给你个惊喜。哎，先让我换件衣服嘛。好，快去吧，去去去。来 ，surprise！ 什么 surprise？ 哎，来，来坐吧，坐吧，坐好，别动啊。江医生，你说的惊喜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告诉你啊。哥哥，我在相亲网站上给你挑选了几个精品男，各个精品，一会儿他们就过来。放心，环飞燕瘦都有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哎呀，你干嘛给我安排相亲啊？那我还不是为你好吗？我看你整天伤心难过的，我多心疼啊，不得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啊？咱们都这么熟了，感激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到时候请我吃饭啊。我看看去。喂，不许动，坐好。别动、啊！你别动！也对，有人不是跟我玩躲猫猫吗？我就刺激刺激他。沈小姐。你几岁了？学历是什么？工资多少？姑娘，房子、车子都不是问题。哎呦，我这个儿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啊，害羞了点。沈小姐，我已经放低要求了，可我们实在不是在同一个层次。我就一个要求，要进咱家，必须给咱家生个儿子。哎，不过沈小姐啊，你放心，我儿子的事啊，我说了就算。就这素质，想用金匠法也下不去手。哎，干嘛去啊？看，还有一个没见呢，精英海归男，个头1.8米，保证你满意。靠谱的，是不是啊？就你这眼光。我眼光怎么了？请问是沈小姐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是她是她是她。你本人果然比照片上还要美。我在华尔街做了6年，最近回国主要是因为我想自己创业。现在公司已经接上轨道，国内经济一片美好，我相信过不了几年一定可以上市。哦，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。真的，你好厉害啊。哪里哪里。沈小姐，那我你满意吗？满意满意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去酒店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咱们去开房吧。你神经病啊，谁要跟你开房啊？都成年人了，你装什么装啊？你放开我，鬼子喜欢你，放开我，吴菊兰，救命啊！别走，吴菊兰，救命啊！别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走。有什么资格生气？我们都已经分手了。小罗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没办法给你承诺，我也不该再管你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小罗，等我走了之后，不管你爱上谁，我都没话可说，但这一个月我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。终于憋不住说实话了。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我还没答应呢。你不愿意吗？那当然，你既死板又无趣，更何况再过一个月就要走，我们俩注定没有缘分，我干嘛要浪费这时间跟你在一起？小罗，你每次都这样子，招惹完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了，你这个大混蛋。对不起。可是我偏偏就喜欢你这个大混蛋，这几天我看不到你，我心里难过的要死，我都后悔了，后悔为什么要跟你提分手。别说一个月，就算只有一周，只有一天，我都想跟你在一起。我就这么没骨气，你尽管嘲笑我好了。吴君兰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过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一个月想吃的东西都已经想好了，每天都要不一样的。哎，吴君兰，你做给我吃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聒噪。对啊，我就是聒噪。聒噪怎么了？聒噪你能怎么样？
那你回到海里，你就不能偶尔回来看看我吗？不能。那我到时候去海里看你吧。我这次必须回到深海里面，就算你来了，你也见不到我。这样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也许等到我七老八十了，还能见你一面呢。知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？我不小心误收了莉莉的巧克力。芳芳朝我抛媚眼的时候，我没有及时躲开。啊，这露露她是自己装到我怀里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冤枉的。你还挺诚实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沈罗安排相亲了？是啊。你是不想活了？你给沈罗安排相亲，你知不知道吴菊兰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？跟吴菊兰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俩都分手了，再说了，吴菊兰不是在纽约吗？你是不是傻？吴菊兰早就回来了，她一直默默守护在沈罗身边，你做的那些事她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哦，那你得救我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得救我呀。不过呢，你做的这件傻事刚好让吴居兰和沈罗重归于好了，饶了你了。啊，真的？那就是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呗。算是阴差阳错，因祸得福吧。啊，那你看啊，那我做错事你惩罚我了，做好事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？啊，太美了。你不看看我几岁了，这点事情还做不了主。这是船票，头哥让我嘱咐你，这几年先别回来。好，知道了。行，上船吧。
小心啊，来。到了吗？没呢，马上就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到了没有？没呢，别着急。好了，到了。等一下啊。噔噔噔噔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什么怎么样？房子怎么样啊？哥，我知道你不想离开这个海岛，这也确实是你的故乡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地买了一个房子，想开一家小旅馆。这边可是我千挑细选才选中的地方。你不是一直都喜欢大城市吗？住在这儿多无聊啊。怎么会呢？哥，只要有你在，我都特别高兴。真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联系的房东马上就可以签约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房子是不是颜色有点素啊？这买房子不比别的，咱们多看看，多选选。嗯，听你的。那就不跟吴菊兰吵架了，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天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小洛。嗯。你背后有一只虫子。鬼子相信你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等我把东西一丢，你就立马抢走了，对不对？我有这么傻吗？你觉得我是在骗你？别装了，像这种初级的招数，我小学就已经在江逸胜身上用腻了。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你脖子后面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随便画的，没什么特殊意义。这几天你想做什么事情，去什么地方，告诉我，我陪你去。这是你说的。原来你想做的就是关于事。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了。老板，鱿鱼来两串，加辣。好的，稍等。够了。哎，这怎么够呢？继续加，来，我来，多一点好。好了。来。你要选这一串还是这一串？既然你喜欢吃，那就都归你吧。那怎么行啊？好东西要跟最爱的人分享，是吧？难道你不爱我吗？我。好吃吗？谁让你刚才要整我？哈哈，哎，你看他们两个啊，总算是学会搞浪漫了。哎呀，不枉费我一片苦心呐。就你不添乱就不错。等等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打个招呼去啊。打什么招呼啊？别妨碍人家。轻点。哦，轻点啊。亮亮啊，我能不能跟你提一个小小的意见？你看以后在这个公共场合这么多人，
你能不能对我稍微温柔那么一点点？啊，不用，温柔有什么意思？越暴力越爽。真是冤家路窄。好啊，我们没去找他算账，他还有脸回来？嗯，等着啊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周不文，谁都别拦我。哼，真不拦我呀？去啊，请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让开，让开！老板，啊，今天晚上这儿我包了。啊，包了？谁说让他包了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哎呀，凡事不得有个先来后到，到后面排队去。谁在说话呀，老板？是不是你养的狗在叫啊？啊？哥，别管他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哎呀。道歉，松手！想要我跟你这种卑鄙无耻的人道歉，下辈子都别想。道不道歉？松手！哥，你松手吧，咱们回去吧。哥，你等等啊！想欺负我的人，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就知道你关心我。周不文，之前之所以会饶过你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否则真的动起手来，你以为你会是我们的对手吗？哥，咱们走吧，回家吧啊，哥，走。哎，小罗，来来来，猜灯谜，看看哪个灯笼上的灯谜啊，你要是给猜中了，这个灯笼就归你了。好啊，这个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哪一个字？好好想想啊。你笑什么？难道你有答案了？你说呢？你猜出来了吗？答案是什么？这个字很像你现在的样子。我现在的样子？美吗？漂亮。这是一个字吗？哎呦，你告诉我答案嘛，求求你了，吴俊兰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又叫永结同心。两个人一条心，就是一个怂字。哦，你才怂呢。猜对了吗？真行啊，拿去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来我来。哎，没事。哎，小心点啊。亮亮，你看这个挺好看的。哎，小罗你别管，我来踩。好了，灭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吴菊兰呢？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我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
我可以不打扰你的生活，但是你必须离开吴菊兰，否则你随时都会有危险。我危不危险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只要别接近我，就上刀枪了。小罗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只有我才是最有资格爱你的人。您的情况正在加速恶化，这些药剂只能暂时缓解您的症状，我怕继续下去您会虚弱的连普通人都不如。安佐那边情况如何？自从纽约那件事之后，黑巫师那边一直没有消息。安佐对灵珠执念已深，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，恐怕这事儿有古怪。您放心，我立即加派人手，绝对不会让他有机可乘。哥，怎么了？来，你刚刚去买吃的了吗？对啊，那我还能干嘛？来，尝尝。哦，好吃吗？嗯。你找什么呢？嗯，没有，好吃。走吧。嗯。终于舍得回来了，小罗。吴菊兰，你要是不想跟我逛夜市，你可以直说，你用不着不声不响的跑掉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！今天是我不对，以后不会这样了，你别生气。看你认错的态度还挺诚恳的。轻易原谅你也不行哦。这样吧，明天有社火表演，我就恩准你为本姑娘护驾吧。遵命。要是你这次还敢跑，吴菊兰，你睡了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你别误会啊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些什么？你肯定以为我趁你睡着以后偷偷爬上你的床，想占你便宜，对不对？冤枉啊，冤枉！我沈罗对天发誓，我对吴菊兰绝对没有半分不轨的企图。老天爷都不相信你说的话。谁说的？这只是巧合。还不说实话？我就是想占你便宜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吴菊兰，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占你便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睡过来吧。怎么了？不想占我便宜了？谁说的？
跳得好快哦。不许说话，睡觉。东西真的管用吗？它的功效，你不是亲眼见识过吗？要想和鲛人的力量抗衡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我叫你过来是要告诉你，我们今天要正式开始行动。今天？我的意思是，会不会太仓促啊？我们早一天把吴巨狼干掉，你不是就可以早一天得到沈罗吗？对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不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住的是谁？不该问的别问啊，回去吧。你是不是还在帮安祖做事啊？乖，听话，回家吧。我不，你告诉我呀。没错。你有苦衷的是不是？是不是安祖逼你的？可是不是没人逼我的，是我自己自愿的。我不相信，你在骗我，是不是你在骗我？我没骗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美国的宴会上，吴巨兰他是怎么侮辱我的。我就要他死，我一定要吴巨兰死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不言，不是我变了，是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小岛上一年一度的盛会呢，一起去吧。带上吧，谢谢。快点带上吧。怎么，大家都带了，你不带啊？你的，就算我牺牲掉我的肉体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砍你的哟。这就拜托你了。哇！
你没事吧？那黑衣人好奇怪啊。像只鸡了。